你是香港人吗？你是啊。我是啊。你呢？我是湖南人，生活在海外。我也在英国待了3年。你在英国哪里啊？在伦敦。那我们是一样的呀。是吗？有共同语言了，好大哦！我发现你是宝藏男孩，很像地里的精子，就是本来没有，要挖出来才知道它是精子。Kevin 吃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，他又会一直给我夹菜。很有上进。谢谢 Kevin。我觉得就是很温暖，可能会产生兴趣，就是想多了解一点，觉得是还蛮好的人的。真的就是仅一人可见，还有抑制住自己上扬的嘴角。对，看你表情是这样子，这你都发现了。你认为情侣吵架，无论谁错，男生都应该先道歉吗？我觉得，就是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话。应该都是我错吧。你有没有想吵架？许丽要夸了。天啊，你是一个天使哎。不是，一直在夸张他。啊，金子一会儿天使。哎，你是排的什么来着？立板啊。你现在是想给他放到天花板了吗？对，给你升个舱准备。升个舱。I've been having dreams。我是许丽，今年34岁，我的职业是投资人。其实找对象就像投资一样，你是需要耐心跟等待的，才能找到最好的那个潜力股。成年人的恋爱吧，不只是风花雪月，就是两个人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宇宙，1+1=2的那种。我非常相信爱情 100%。 我会期待一个愿意跟我细水长流，也同时跟我轰轰烈烈的人吧。我叫 Kelvin 江俊霖，我今年41岁。江俊霖，我真的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，像一个工作狂吧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闷的生活。其实我每天都觉得有一点孤独的。如果我真的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的话，我会选择爱情，然后家庭，自己，最后才是我的事业。江俊霖默默在捶打，好好笑啊！他们好像一群原始人在打烟了。这个可以，谢谢。让我来享受一下你胜利的果实。许丽好会夸哦，我的天啊，这女孩。Kevin， 吃得开心吗？还可以啊。吃得习惯吗？也还好啊。还好。我看你没做声，怕你不开心。哦，不是。他只是比较慢热。OK。超慢热。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热起来？火锅吧。自己玩梗自己笑。说得好。说得好。不好意思。不是，只是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，所以我。没关系啦。你是那个写繁体字的人吗？我就是的。啊，哎，你的字好可爱哦。对。真的是有萌到我了。哇，他好腼腆啊。挺搭的。也是地板吗？不是，你不是地板吧？我是啊。不公平哎，他们那些女生好坏哦。我觉得你不值得当个地板。
拜托，你不是参与了这个评价吗？他已经怎么又把锅已经甩到我的身上？你不是在跟别人说话吗？怎么听到我在讲什么了？你是香港人吗？你是啊。我是啊。你呢？我是湖南人，生活在海外。哦。加拿大。你靠近那儿吗？我不靠近，我离很远。哦。那就是欧洲了。欧洲嘛。对，欧洲。英国。对。我也在英国待了三年。你在英国哪里啊？是的，肌肉。在伦敦。那我们是一样的呀。是吗？有共同语言了，好搭哦。谢谢。腼腆的人吧，对一个人感兴趣总归有方法。夹菜就是他第一个人夹。还有串鸡。谢谢 Kevin。我发现你是宝藏男孩耶。是什么男孩？宝藏。宝藏。就你就很像地里的金子，就是本来没有要挖出来才知道它是金子。哇，这个评价好高啊。这个葡萄超好吃 ，Kevin， 谢谢。不会卖就会换一个颜色，换掉你可以接受吗？换掉我觉得也可以啊，但是可能看到之后肯定会有点尴尬就是了。我不会让你知道的，只是偷偷。但我更愿意对方告诉我说他喜欢什么色号。那你不告诉他，他怎么知道他选错？对，他没法成长。对。对。他成长了，他刚刚成长了一下。你没给他机会改好吧？对，我就是心里想着我每次去换，那你还挺麻烦的。其实如果他发现的话也不好，是吗？对，是的，我们他也不开心，尴尬的，是吗？张俊霖也这么选，他选的也是男生应该先道歉。我觉得就是。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话，应该都是我错了。我也不想吵架。许丽又要夸了。天哪，你是一个天使哎。不是。一直在夸奖他。把金子一会儿天使。你是拍的什么来着？立板啊。你现在是想给他放到天花板了吗？对。给你升个舱准备。升个舱。哇，你真的好吃的王者的笑话。真的哎，他的笑话每一个都中。对，给你升舱，免费升舱。叹息了一声。先看看看你的俊霖的。这我了。你是觉得我是做什么职业的？我们当时聊的时候，俊霖说他的职业非常忙，他会忙到晚上十点多。说明他职业应该是加班非常严重的。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职业，一种很奇怪的职业。你为什么会这样猜？感觉就是直觉。也不是很奇怪。我感觉应该还是跟金融有关系吧。他的话比较少，我觉得偏向于中后台的一些工作。我觉得是可能设计师之类的吧。先看，就看 Kevin 呢。我叫 Kelvin 江俊霖，我是一位建筑师。康奈尔的。哦，哈佛大学建筑的，可以啊。我在香港一间建筑公司里做设计总监的建筑设计师。哦，真的是啊。哦，你好厉害。猜对了。耶。我是真的是没有时间跟别人沟通，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，像一个工作狂吧。建筑设计师，建筑师在我生活中这个职业是比较少接触到的。
Kevin 可能就感觉他经常加班，然后上班很苦，这种就跟我生活状态可能比较像吧。你有什么我们知道的楼吗？是商用还是民用那种？有很多的都是博物馆啊，这类型的都是。来吧，下一位，丽丽呢？丽丽呢？丽丽，你吧，好吧，那你们猜一下。丽丽的。在伦敦。对。跟他会有关联吗？跟谁呀、啊？没有，没有关联。应该不是一个公司。同事。是自己的公司吗？自己做时尚类的，或者是设计类的？想再成型，但是还没有。我有点没有头绪。有没有什么提示？钱。钱。那就跟投金融有关系。好飒。投资经理。就看到自己好紧张哦。投资经理。丽丽的比较容易猜到，因为她看起来也像一个金融做金融的人。她现在在伦敦工作，我也在伦敦工作。我觉得我跟她的背景可能有一点相似吧，所以我觉得我跟她也可以聊得来。笑得好开心，我还没点，我只看了一下你们的头像。你蛮会。别，别晃，别晃。敲门。耶、yeah. yes.。Kevin 吃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，他又会一直跟我夹菜。还有串鸡。谢谢 Kevin。我觉得就是很温暖，可能会产生兴趣，就是想多了解一点，觉得是还蛮好的人的。真的就是仅一人可见，他有抑制住自己上扬的嘴角。对。Kevin 表情是这样子。这你都发现了。我们要不交流一下情报吧。好。好。首先我觉得很明显的是莉莉应该会想要和 Kevin 约吧。Kevin。你觉得你是怎么有这样的好扎人的情报啊，扎心了。因为我感觉他们都有相似的在海外工作的经历，而且他们会聊得挺多的。Kevin 也会给莉莉夹菜。谢谢 Kevin， 你多吃一点。然后刚才在看试卷的时候，讲到 Kevin 的时候，莉莉提了很多问题。你暧昧期间发现别人小毛病不会说？我不会说的。天哪，你是一个天使哎！不是。你每一句话都扎在了。每句都扎在我心。加油。脸都绿了，嘉荣还觉得自己我也挺不错的，穿再多嘉荣都觉得冷。我感觉他会对他比较有兴趣。
你认同我的想法？我认同想法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么定。好，先把他们定下来，先把他们两个放上去。我感觉莉莉今天对 Kevin 的讯号很明显，所以我射出了丘比特之箭。对，这一箭射得很准啊，也射伤了一个人。对，是的，比较容易被带偏口音。那你跟 Kevin 多相处一下，让我们听你讲讲话，然后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没听懂啊。他有在学你。学我学你，学你这样子说话。好坏啊。我觉得挺好玩呀。你还有海带吗？谢谢。我看你喜欢吃。对呀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卡文超级自律，太重味道了。自律，怎么自律、啊、就是睡觉的时间也很少，然后晚睡也能早起，坚持健身，控制饮食，他也不吃甜食。你喜欢运动吗？喜欢这个健身对。你健身多久了呀？十年了。十年、哦、对。有没有男生爱吃甜点？也会少碳水之类的。对。哇，那你是严格控制，你是一个很自律的人。不是啊。OK， 我已经都了解过一遍了。哦。我觉得最萌的应该是 Kevin 吧。他坐在好边上，我都没怎么听到他说话，他一直在吃。我觉得你们两个性格还挺像的。真的吗？性格比较像，他很细心，他就一直在给我夹菜。你暧昧期间发现别人小毛病不会说？我不会说的。那你是之后去说？也不是什么毛病，就是习惯了就可以了。嗯，